从火焰门扉中走出来的是做好伪装的爱丽丝，换上寻常衣装的凡娜，以及提着手杖、身着深灰外套的莫里斯。邓肯需要莫里斯的学识来辅助自己了解这座城市，以及寻找那位布朗斯科特的下落；需要凡娜的专业能力来寻找邪教徒的下落，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与本地教会建立联系；需要爱丽丝。 其实不怎么需要，但爱丽丝想来看看。从另一方面考虑到爱丽丝顶着寒霜女王的脸，邓肯觉得把她带过来，兴许能有点乐子。 忧虑的灵体烈焰在空气中迅速溢散消失，艾伊再度化作白鸽形态，落在附近的树杈上。莫里斯在寒霜的冷风中紧了紧他的厚外套，抬头看向附近灯火通明的城区。爱丽丝在好奇地打量四周，凡娜则已经注意到了站在黑暗中的魁梧身影。 一具望之可怖的躯体，那副欲火而归的姿态，无论如何都不像是还能活着站在这里的。但这具躯体便是如此沉稳的站在黑暗中，正用平静的目光看着这边。而那身躯上残存的衣物碎片，则显示着这具躯体曾经的身份。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在心中浮现。凡娜恍惚了一下，便已然确定这个初次见面的身影就是船长。 邓肯先生，他来到邓肯面前，忍不住又上下打量了对方一眼。虽然知道船长在城邦里行动时所用的都是占据而来的化身，但在看到这具化身的状态时，还是忍不住有些皱眉。您这副身体。 其实状态还不错，就是外表可能有点吓人。”邓肯嗓音低沉的说道，“想要找到状态良好又足够契合的化身，全凭运气。这副身躯总比你当初在下水道里见到的那个祭品好点。”凡纳顿时就回忆起了一些不太美妙的事情，他眼角似乎抖了一下，声音很低，有点不太想回忆。 邓肯笑了笑，抬头看向仍然在东张西望的爱丽丝，招招手：“别乱看了，过来帮忙。东西都带着吗？”爱丽丝这才回过神来，赶紧三两步跑到邓肯面前，一边举起了手里拎着的小箱子：“带着呢，带着呢。衣服还有绷带。哇，船长，您这张脸好黑啊！” 邓肯没有理会人偶大惊小怪的声音，只是随手接过了对方拿来的提箱，打开之后检视着里面的东西：一件适合遮掩身体细节的黑色长风衣，宽大的立领竖起来之后能覆盖面孔和脖子；一顶同样黑色的宽边礼帽，手套、鞋子，一些绷带，还有些现金和一张折叠整齐的城邦地图。邓肯扬了扬眉毛，东西比想象的还要周全。 他为了适应这具新的躯体，把大部分意识都放在了这边，并没怎么关注船上的情况。让山羊投给爱丽丝传话的时候，也只说了要准备衣物和绷带。至于包括现金在内的其他东西，好像不是爱丽丝的脑袋能主动想到的。 提瑞安先生帮忙准备的，不等邓肯发问，爱丽丝就在旁边主动解释起来。她听说了您要在城邦这边活动，就让我把这些也捎过来。哦，对了，她还让我告诉您，地图是最新的，上面带有红色标记的是海雾舰队的秘密联络点，有一些线，线什么的。 线人是海雾舰队外围的活人成员，邓肯随口说道，语气中又有些感慨，说着不会再踏上寒霜的土地。他的视线倒是从来没从这座城市离开过，这也就差亲自踏足了。哦，对，线人，爱丽丝连连点头，接着一边探头探脑的打量箱子里的东西，一边问道：“这些东西有用吗？” 邓肯微微颔首，都能派上用场。提瑞安倒是用心了。一边说着，他一边已经拿起了那些绷带，抬手递给旁边的凡娜帮忙。你知道怎么弄吧？凡娜在看到箱子里的东西时，就想到了邓肯的意图。他接过绷带，但在往船长身上缠之前，还是不太放心的问了一句：“这样真的可以吗？我感觉还是过于醒目了点。” 挡一挡就行，我又没打算靠这副模样在寒霜定居下去。邓肯一边配合着凡娜的动作，一边说道：“走在大街上，不要招来治安官就行。如果遇上实在不便行动的场合，就需要你和莫里斯帮忙了。”好，凡娜点了点头，同时已经开始手脚麻利地将绷带缠在邓肯的身上。他的动作娴熟，显然做类似的事情已经不止一次。 在对抗异端邪祟的一线，处理伤口是如呼吸一般寻常且必然之事。爱丽丝在旁边看着凡娜忙活，显得也有点跃跃欲试。我能帮忙吗？邓肯微微偏头看了一眼这个一米六多的人偶，又看了看面前一米九的凡娜，随后低头看了看自己如今这副应该也有一米九以上的躯体。 算了，你一仰头，脑袋再掉下来。他拒绝了人偶，同时又不放心的嘱托了一句：“别忘了这里是城邦，而且是寒霜城邦，注意做好伪装，不止假发和脑袋别掉下来，脸上的面纱也不要摘，记住了吗？”你这张脸在这儿容易把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吓过去。爱丽丝立刻答应，记住了。邓肯微微点头，目光接着又落在了凡娜身上。 要在人生地不熟的寒霜展开行动，他当然不能再是那副甲胄加巨舰的醒目装扮。为了方便在城里活动，他如今已换上常服，一件女士的灰色收腰长风衣，下身则是黑色皮靴与长裤。灰白色的长发仍然是随意的披散在脑后，看上去仍如往常一般英气，但没了那身甲胄与巨剑，这幅姿态看着多少柔和了一点。 只是，毕竟一米九的身高摆在这里，他这副打扮或许不会招来盘问，但想要低调，仍然是没多大可能的。思索间，绷带已经缠上面孔，并一层层的包裹在这面目全非的头颅上面，除了眼睛以及左眼附近一小块相对完整的皮肤之外，最终他的整张脸都被覆盖了起来。 随后，他穿上了那件有着高高立领的黑色风衣，又穿戴好鞋子、手套与那顶宽边礼帽。好在这幅身躯十分魁梧，各项尺码与自己的本体相差无几，这些东西穿戴起来都很合适。邓肯最后整理了一下衣服，仔仔细细,细地把长风衣的扣子扣到最后一个。他看不到自己如今的模样，但他完全可以想象。 覆盖全身的黑色长风衣，遮挡面容的宽边帽和衣领，黑色皮质手套，以及在衣帽缝隙间隐约可见的层层绷带。他想了想，转头看向一旁安静伫立的年轻审判官凡娜：“你说实话。”凡娜叹了口气：“经验不足的治安官和守卫者恐怕会第一时间拦住您盘问。”邓肯沉默了一下：“那经验丰富的呢？他们会请求支援。” 邓肯，好吧，其实也没那么严重。凡纳突然笑了一下，摇摇头。上述情况仅限于治安等级够高的核心城区，那里有充足的守备力量。如果是一般城区，您应该不会遇上麻烦。这是我根据普兰德的情况做出的判断，但在寒霜应该也差不多。唯一需要担心的，大概也只有您这身绷带。 绷带应该反而是更好的伪装。凡纳话音未落，旁边的莫里斯突然开口了：“这些绷带或许恰好能避免不少麻烦。”邓肯投去视线，嗯。 寒霜以死亡之神为主要信仰，与死亡有关的风俗和象征物是这里的特点。虔诚的信徒甚至会故意在衣服上增加绷带之类的装饰。神官的日常服饰中也有这种元素。莫里斯一边思索一边说道：“您最多有可能被当成举止较为特殊的死亡信徒。”听着老先生这番介绍，凡纳不由得眨了眨眼。这些细节，我倒是不曾了解过。 我只知道其他三神教会的教条和相关禁忌。莫里斯笑了起来，涉及到各个城邦的具体风俗习惯，不经研究是很难了解的。邓肯看着这位老学者，这些是你那位老朋友跟你交流过的东西吗？ 莫里斯沉默了一下，轻声叹了口气：“是啊，布朗斯科特是个很好的民俗学者。他一生都在中部和北方诸多城邦旅行，尤其是寒霜和冷港。他曾给我写过许多信来介绍这里奇特的风俗和信仰。”